可乐锅烧。台南意面是干的吗？我知道。哎，月霞，月霞，哎，几位几包？哦，一个交叉票呢。今天大概十一点，今天大概十一点。啊，有人问我说卖到几点啊？我刚刚说十一点啊。十点，他就来收了。十点。应该要十一点才有用啊。今天因为下雨，人会比较晚出来。所以就十点半就知道了。十点半有没有人知道？有人就带别人就走啊。有啊。什么东西？鱿鱼什么东西？鱿鱼一只五十，五只两百。40, 来，还有一份来了。啊？看到？那我有，会报。香菇买200，算份的，没有趁机，拿给你看，习惯再买。好，200块。哎，无人这边来砍头发，我包一道。虾仁呢？有大中小，你要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。这个是小的，小的买200。200块就好了。对，200块就好了。好 ，OK。好。不想。哎，两块几吧。好。刚好500，哦。这边是吧？哎，啊，这是几元啊？那个？哎呀，2.85，3.25。还有锅鱼吗？还有锅鱼吗？有。有。你要几桶？无锅鱼啊，好。好，无锅鱼2只，无锅鱼要抓2只哦。
我用叫关起来啦。我用扣起来。那啥，大粒的大粒的买500，中的买300，细粒的买200，大中小，不大粒细粒。那个一份500好不好？双份的。大概5-6只。500块，还给我。看到没？没有，几只？2把。哎，2把。啊，2把。几只？2把。而且你要这个的。所以十四块那个牌的，这高全部啊。几下呀？几下买5把？好，3把好，3把好。哇，3把多哦！我多，多好来多去。几下过来买无？你3-3 10你话呢？买3把好，300块好无？3把，几嘞？这海蟹啊，300块只个3把。我飞得贵，出半。过来买蟹啊，过来，300块。3把，好不好？3把好。这个他们进来打股市的广告呀，奇怪。还有下来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已经习惯了。哎，那个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有跟那个高雄东皇啊，跟他们聊过，他们有遇过，来现场买。来现场摆，雨超大，摆了2个小时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摆了2个小时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然后整车原封不动带回家。那个，所以还好，他们说有遇过那种那个来没有卖到半个客人就回去了。这5把，差不多是5把，4地，我加5地啊，不3地5把，我都会。帅啊，好，鳕鱼不？鳕鱼诶，哦，4地5把，我包的。没有，我都包的哦。污染啊，没有。老配合呢。哦，5把来，快下来。快点下来！五人啊，今麦要五。五人啊，麦要五。好。你今仔日麦，今仔日。你今仔无事啊，再来。好。哎，慢些啊，你这边诶，买什么？好。对啊，然后唱老歌。他不会唱新歌啦，像如果可以，他就不会唱了。那么高不唱？你可以唱失败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月光下转身，那就是你，这样就可以唱啦。从前划破深藏人水的秘密。他们就唱了，可以唱了。你可以学郭金发唱啊。秋波中，哎呦，穿越你的胸，那个就好了啦。哈哈哈。好，来了，哦，还要唱啊？我哩做梦呢。梦到什么？梦到你今天出山。哈哈哈。真的啊？我梦到人家出山嘞。刚前面的礼才来拜完而已，才拜完而已，后面棺材要推出来就往叫醒。你想要看对不对？还在做梦啊？
南摩会馆，南摩会馆很好逛的，开玩笑。9点灯，夜景点，今天最红的是吧？嘿嘿，你刚才抖音啊，真正是，你刚才抖音啊。那以前阿妈，他还在拍抖音，他抹一脚，点红灯，高飞点不起来，重来，重来。每天在那边抖音。在那边啊？一包。一包。哎。饮料，你好，哎，饮料，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给你饮料吗？上次你不是说过期了，都没有人给饮料，都没有人给饮料，他就听到了。我说你没有嘞。对啊。真的吗？你爸说你还好。啥问题啊我？你今天看到他过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在家里看直播，都是有人家在睡觉。啊，他在睡觉。这个一份300。阿松在后面。阿公在车上，我已经走起。对，放在车上，因为他阿公，阿公他要去睡觉了。阿公已经卖了2个小时了啊。哦，对，现在换系统。对啊。啥问题啊我？今天好，今天好。今天好。今天真的鱼很大。我再小酒一包，我小酒买一包，不会买多少。你胆固醇要求管要求好点嘞。哎，几块几包？啊。来了来了，上次还有公园还要买20块吃木鱼丸的，哎，真的啊！有啊，每次来买二十块的蛤蟆，20块吃木鱼丸、啊。请给你了吗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哇哦！哇！吃起来这么大碗。他去，他要吃。啊，我在看我一个直播的。为什么？就旅游。意面是汤的。对呀、啊。自己很像那锅烧意面，锅烧意面。他就锅烧意面是靠桥啊。我料很多。我以为是那种台南意面那种意面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台中。我看不到他。This is 锅烧意面豆。对啊，正常的。还有建国没有摆。哦，对。上礼拜不是在。哎。看隔壁摊就知道，看隔壁摊就知道。哎，准备把锅烧位了吧？上礼拜他不是有摆吗？没有这里。我要小孩子，知道吗？雨太大了啦。不再拥抱你的身边的消息。不能找，对啊，因为
下大雨，大家不想出来，他只好吃东西给大家看喽。哎呀，给咱吃阿给黑啊，给煮煮的，哈哈哈哈哈，给咬了。你带黑的煮煮的啊？那我阿弟家的。炒黑啊，黑啊，烤鱼啊，可以煮的吗？可以啊。烤鱼这么大，你老吃哎，好夸张的哎。阿雄，阿雄，后面冷冻的收一收了，没有用了，收一收了，可以收了，可以早点回家睡觉啊。真的太大了，快点啊，热一点啊，真的太大了。先睡一下了，九点半开始收了。这雨太大，没办法，真的。太大了，这太大了。明天完全不用补了。明天不用补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到这一车翻上翻下去要补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上车之后回去还要再翻下车的。我知道，上下四次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在雨市就已经上了一次。对啊，那这边下来，然后等下再上去，然后回去再下来，就是等于搬了四次啊，我知道。一箱也要搬四次，看这里总共几箱，算下哎。这里大概一二三四，不用算，对，大概70箱啊，70箱。还有冷冻的，这边大概70啊，保利有大概70啊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。对啊。你全部大概100多啊，下那么大，你看我现在看都很准，对不对？下那么大，没有说，哎，我还补这么多，哎，这样你晚上就不用补，这礼拜都中雨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好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我那个局部雷阵，局部啊，可是局部代表说有些地方出太阳，有些地方下大雨。明天开始才是整天雨，那明天不是更多雨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多晒了，全部把它集中，同一天再卖出去。哪一天？礼拜五。哈哈哈！哈那个我爸没得圣经呢，没得圣经，圣经呢？没得圣经。好啊，你去阿妹啊！哎呀，去阿妹啊！你来我这讲，去阿妹啊！礼拜五，两个都要去。监督长，摄影师长，陈长长。杰尼斯啊，日本的一家哦，木村多在那个团体的杰尼斯。杰尼斯不是那个水怪吗？他是那个偶像团体吗？日本偶像团体那个蓝啊。阿妈那边哈。阿妈。阿妈会吃饱的。好，杰尼斯那边两把。你过去尼斯湖给怪。他们杰尼斯水怪，哇塞！你有青蛙？三百好吧 ？OK， 三百够啊！你有青蛙？顶个讲能够孵三花女，还讲三拿花女啊？什么三拿花？三拿是廿年的啦。来500号，来500。这是多少？哎，一只100块。啊，你之前留在哪边？之前有几块地方？还有点解排排多？熟练一点吧。好。哎，刘宇，100。这个呢？哎，来刘宇，再多买。我叫刘宇。哎，我叫刘宇。啊，你吃饱了哦。你吃饱了。哦。你看你我打几个假丸。哈哈哈！好，一百斤。好。我看你我假的将近假的丸。不想喝汤。那这个呢？哦，谢谢。这个一次也100。有几大？对。有咯。那个哎，3只250。
买两次也可以，200块。要买赶快来哦。他今天哦，热火刚热的哦。今天哦会特别便宜哦，赶快来。他只想可以少搬一点回去哦。蛮暖心。两位一包，两位一包，一包面不能大，还是 OK 那边？还是一包，还是 OK 哦，还是 OK 啊？没结账啊，好吃。好，我可以买啊，两位一包可以。一位八块，一包多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，只有那个三只200。两位一包。那你这一杯几片？啊？你这一杯几片？准备火烧了。几位啊？几啊杯？啊，八块，我来叫。多几位，多几位，多几位。几位一包的？好，我找你。我订两包。你们要来，赶快来！你们不要十一点才来，这样我们没办法提早下班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要等到十一点，人家都开始。对，你一听到刚好跟阿雄说9点半后面等，他们就开始收了吗？哎，几月几号？因为今天雨太大，他不想等。哦，为了嘛，我这个雨，这个雨没办法。啊，我也习惯了，啊，不会的，花的。啊？对啊。他把它变，他把它跟旅游一变成花式。对啊，要贵两百吧。对啊，那个它变成花式啊。多少钱？还是400。